在此前，中国各地社保费的征收机构并不一致，有些是由税务部门来征收，有些则是由社保部门来征收。这为企业限缴、少缴提供了方便，而此次社保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，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，或许会形成灭顶之灾。根据2018年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，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 27%， 31.7% 的企业按照最低标准缴费。参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数据，2017年实际缴费费率 21.6%， 低于 28% 的全国标准。换句话说，这次政策调整后， 80% 以上的企业的实际负担加重了。有人预计，这一举措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多征收7000亿社保，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有可能会下降 3%。 而2015年有一项调查显示，全国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也就是 3.3%。 我们不可否认，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强制征缴社保，保障社会福利的初衷是好的，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企业才是经济生活的核心，最低工资保护不了劳动者，只会害了他们，只会让企业减少招聘，甚至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守住业绩，只能忍痛大幅裁员。而对于 80% 的企业员工来说，即使没有被裁员的，到手的工资收也会由于全额缴纳社保而减少，或者说基本对冲掉了此次个税调整的好处。所以明年很多企业会调整自己的人力部署，原来可有可无的岗位，那么明年可能就要必须裁撤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是企业的收入部门，不是企业必不可少的员工，你的工作替代性很强，就要小心了。企业为了减少运营成本，他们会选择裁员、降薪，甚至在工业企业中会选择用更新换代的方法降低企业人力成本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，他就尽量用低成本的新员工替代高成本的老员工。很多人的中年危机可能从明年开始。另外，今年还有一个是影响很不好，那就是创投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实际税率按照 35% 来交税，以前都是 20%， 这就相当于一下税率涨了 70%， 而且过去历年的税收也需按新标准补缴，加了这么多的税，对于明年的创投环境必然极大的抑制。如果创投规模萎缩，那么创业就变成了无米之炊，投资的资金成本上升，必然遏制整个创业环境。创业这块大家都知道，九死一生，而拿到投资的生存的概率会大增，基本能达到 40% 的存活率，所以创投就是创业的风向标。由于加税也就意味着收入降低，市场收缩，风险加大，再加上资本市场本就已经特别糟糕，明年创投募资将十分困难。那么对于急需用钱的创业企业来说，可能会大量的倒闭，所以创业者明年的日子并不好过，这些人也应该提前准备过冬了。创业如果收缩的话，整个就业市场将大幅的收缩，很多人也将找不到工作了。而且创业基本集中在 TMT 行业里，属于是一二线核心城市地区，这些地方今年房租出现了快速上涨，生活成本极大上升，如果明年收入下降，再加上失业，可能很多人的日子会无以为继。所以企业才是整个经济活力的核心，而企业中民营企业承载着 80% 的就业，明年大概率民企无论是经营环境还是融资环境，又或者是人力成本，全部都会上升，所以对于就业市场会造成极大的冲击。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种思想，关我屁事，加的是企业的成本，可谓唇亡齿寒，企业的日子不好受，个人的日子也不可能好过。你不是被裁员，就是被降薪，要不就是被加上了更加繁重的工作。如果你忍受不了，想离开，
明年整个就业市场都会很糟糕，可能根本走不掉。投资理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职业的投资，所以奉劝还在职场打拼的各位，最近也要有危机意识，好好工作，珍惜现在的岗位吧。如果不幸你的企业要降薪，也最好接受，先度过难关再说，等就业市场回暖了再考虑跳槽的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